要感谢另外一位创作天王啦。我是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太厉害，是不是？太厉害是因为都有金曲歌王歌后、准金曲歌王歌后来加持。一位是准歌后，一位是准歌王，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作者哈啊，就是艾美。先把歌名讲一下，他写的歌曲是《反派情人》。好。对，还没，还没，就也跟这次也跟这一次的专辑的概念很相似，相反的是，反派，我们就是不要让他上来，不要上来，怎么可以呢？好了，我们欢迎小雨。等一下，你们有病吗？刚刚主角的叫干冰，不来宾的干冰，你们不爽？你比较爱小雨，对，这有个 over 哦。好，没有发现，没有关系。你刚刚唱歌没有哦？没有关系。他出来就啪，没有关系，我也爱他。欢迎小雨，再次好了啊！小雨老师跟大家问好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哥好。哎，刚刚讲说大家是好朋友嘛，小雨也是吗？你们两个也认识吗？还是因为同公司等等的原因？其实应该是不算熟，其实已经一年了。啊？什么？一年了？怎么了？我跟他认识一年了。哎，你的表情突然间，对，刚刚大家可能发现唱完歌他不是先跟我聊一段吗？他表情有点紧张，因为可能刚上台，而你一上来他表情非常放松，这是一种又有点太 over 了，你不要笑得那么开，他对你有很多崇拜，你知道吗？我很谢谢他，因为去年的5月26号，我有一场很珍贵的，对我来说是一场音乐会，然后他有特别到现场，是，然后他还来我的脸书跟我说这件事，然后就很开心很感动，因为本来不熟，然后突然被很热络这样子，是因为音乐，我觉得就是很开心，然后就加了好友，哦，就那个时候认识的，一年多这样，对，但是最主要是他对你就是说音乐的崇拜，对不对？对，就是非常喜欢。为什么这么喜欢小雨老师？哎，我一开始我从他还没有就是进华纳之前，我就知道这个人，然后听他的歌。是。然后我在校园，以前在校园遇到他，我就只敢远远的这样看他，就也是啊，我也是，哎，就这样。对，直到进了华纳，就觉得说，哎，好像有比较就是。好像靠近了一点缘分，对，然后我就有机会去听他的新歌演唱会，然后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去听，这样是，而且还要跟他邀歌，对，对，还要唱到他的歌。我还跟，其实这件事我不是自己跟他讲的，我是跟公司讲，是，我很想唱小雨写的歌，你可以叫他写一首歌给我唱吗？对，那你都有他的好友，为什么不直接私信他就好了？不能这么直接啊！哎呦，那么客气干嘛？小雨很愿意帮人家写歌啊，当然，对不对？哦，这多少赚一点啊，对不对啊？自己公司。对，但是怎么样，写的过程顺利吗？这首歌算蛮快的，然后我本来就对他有一些设定，就是觉得对他的印象其实都是一直在心里跳这种，对，然后就想说，哎，好像没听过他唱那种比较有 groove 的东西，就试试看，然后还蛮快的，印象中应该2天内吧写出来，然后就寄出去，是2天，在你的平均创作时程算短，算快的，算快的，就比较随便就把它。当然，no， 当然也有更快的，就是几个小时就写给谁的，其实更快。这个好像不太难说，没有了，灵感的长短时间是没有关系。对，当然，对不对？对啊。嘉威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今天老师不但帮你写歌，改变你的歌路，还亲自来给你站台。对，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对不对？再过2个礼拜，他如果拿歌王就起不到了。不会的。我们先说好。OK。可以。就是还是要继续写歌，可以吗？当然了。谢谢，谢谢。不降价这样子的概念啊。对他有没有信心？今年歌王这个入围的怎么都厉害的？非常有信心。我觉得整张专辑，因为我非常爱他这一张专辑。然后我就觉得。好希望就是他这样，是，虽然也有另外师兄，但是就是我还是很爱你，对，谢谢，还有另外一位 JJ 嘛，对，因为师兄已经得过了，都是师兄啊，对，他已经得过了，所以呢，所以就是要拿新人王这样，哦，你用分配的方式，不错吧？这个说法应该很好，不错不错，好，加油，两个人哦，这个很互相有好感，又很生疏，我们现在就手勾手来拍一张照片吧，好，纪念，好不好？大家亲密一点哈，来，
这种状态是又不是很浪漫的 feel。 来，麦拿麦，麦拿麦。好，谢谢师兄来站台，待会师兄还有礼物要送啊，最重要是我们这个师妹呢送上了祝福啊，希望在不久之后呢，小雨能够拿到梦寐以求的金曲歌王的宝座啊，祝福小雨哦，来堪兵庆祝一下，小雨加油。好，那嘉威当然也是祝你大卖啊、哦、也喷干冰祝福一下嘉威大卖。我们这不是算次的嘛，对不对啊、哦、就是来了就会一直喷嘛。好、哦、太好了，尽量来。好，两位请视线看一下右边哦，右边右边，小雨哥右边。好，来左边，这张照片纯粹是帮嘉威满足私人的欲望啊。好，站在中间，他对小雨的崇拜非常的深，很感谢小雨老师。好，小雨也有带礼物来，对不对？好，请送上这个。这个礼物很厉害。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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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真的。哎哎，小心小心。你不推还好，你一推都快倒了。你没有，我是拉住他，是他，是他用力。好的，我们现在送小雨送上的是一个金黄色的宝丽龙。不是，它是认真纯。不是吗？明明就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吗？它看起来很普通，对，但是它有个很厉害的功能。真的吗？首先说它的形状，它是什么？金电池。哦，能量天后，能量科技。充电的地方。OK， 所以送它一颗金电池，而且它会发亮。哇。真的假的？就代表你这张专辑会发亮。太好了，那我们让它点燃喽，好吧？点亮吧，点。好，摸它，它取一下就可以了。好，来，请二位准备好，会发亮的，会发亮的宝丽龙，会发亮的金电池。好烦。三、二、一，送给能量歌姬。哦，太棒了。对，而且还会变化，那灯还有变化的。啊，用心用心，谢谢小雨老师。这首歌呢，将会在第三波的时候跟大家见面，请大家期待。也是专辑第一首歌曲，所以很重要，为这张专辑呢有一个承先启后的功能。好，谢谢二位师姐哈，来配号。好，谢谢。最后小雨有没有什么话要给嘉威祝福一下？加油打气哈、嗯、因为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新称号叫能量歌姬，对，所以就希望他这张专辑就像他录完专辑一样充满了能量，然后我也把我这张去年发行到现在我一直很喜欢我自己的专辑叫同在，他也给我很多很多的能量，然后一直到这个月上个月宣布入围的那个给我的意外的能量，是，然后一直到就是到现在这样，我想要把它分享给你，然后希望你这张专辑也可以一直延续到明年的金曲奖这样子。呀，太好，明年就等你入围了啊、哦！刚刚也这个勾勾手沾了这个老师的喜气，对不对啊、哦？他真的很喜欢你，知道吗？他私底下非常的。你现在有没有吗？现在没有。哦，你现在有对象吗？嗯。啊，不方便说，对不起，不该问的，对不起。OK， 好，加油加油，好 ，OK， 谢谢谢谢小雨，谢谢，好，拜拜。好的，感谢小雨的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惊喜啊，在这个发片的日子里面，总是要给你一些不一样的 surprise。是的，我们来看一下。